说吧。我们刚刚选完三段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选的是 D 唱段，比那个后面那个 C 的还要高，想尝试一下，同学，我们聊一下好不好？段其实说实话比 C 位难唱，就是他同时一直顶一个音乐高音，然后马上又下又再顶上去。D 唱段想要尝试一下，同学，我们表态好不好？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谁入地狱？长靖和文俊唱一下，听一下。我永远记得你曾经的人，温柔拥抱我，再不怕寂寞。啊，你要昏厥，唱着昏厥，唱完就昏厥。真的。我永远记得你伤心的人。